Hello， 今天吃酱多东西，先来尝一个虎皮卷。这款特别好吃，它的酱是属于很浓稠的那种。虎皮卷也是很嫩的，每天都要喝哟。香葱麻薯卷，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它里面有很大一块麻薯，它的麻薯是属于那种很 Q 弹的那种。这款真的巨好吃，喝了。